这个地方拍个近的，拍个近的，放近往下，再往下，挨着。啊，可以。开始了。这边也开车，怎么按车怎么按。几分钟啊？一分半。一分半，这个半。这里也拍。好。我刚开始这个孔比较难过，这个线过，因为铜孔。你可以用锥子扎一下，但注意别扎它线了。
第一条线的话我们要加棒了。哇，两分可以暂停了，两分钟。好，然后把这个，你看，然后后面的话可以把那个磅数减下来，看你的个人需求吧，也可以加两码，还可以高两码也可以。这个线你拉的时候放近一点，注意，它是一下一上嘛，这些它上它下，就是说线在这个线下面，它下面一条就是上面，就是说这样都是交错的，当然你每次都要注意看。还有拉线的时候，尽量的把线往下面推，挨着这条线，就是每次拉线的上面一条挨着下面一条，然后我们再拉。这样一拉它就比较直了，好，可以了。